草原探险。哦，那是什么，雪莉？那是一台电掌机吗？我要让你们看我旅行的照片，都是老照片了，所以要用投影机播放才能看。哇！小琪，可以请你关灯吗？好的，雪莉。好了。哇！好了，我们来看吧。我年轻的时候去了非洲草原探险。哇，是你耶，雪莉。那是狮子，他们是丛林之王，还会狮吼哦。哇，没错，菲菲，有谁知道这个吗？那是马，有条纹的。他们叫斑马，每一只斑马的条纹都不一样，各有特色哦。就像我们。那才不是条纹，那是斑点。说到斑点，这是印度豹。哇哦！这是大猩猩。哇！大象。哇！哦，我记得这一只。它看起来像小 B 早上起床的样子。才不是呢。我也想去探险。我也是。那就走吧。耶耶耶耶！可可，你看，我们已经离雪莉家很远了呢。你拿反了。谢谢。我发现动物了，只要它不乱动，我就能抓到它了。哇，赶紧给我过来。抱歉小 B， 我不知道。我们设了陷阱，现在正准备要抓野生动物。他要掉进陷阱了。哇！哇！哦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嘿，给我回来！嘿！他们要跑去哪里呀？他们会回来的吧？大家小心，惹他生气，他会叮你们的哦。哦。你们看到什么野生动物了吗？我们看到了。哦，你们没事吧？有人被蜜蜂叮了吗？真的好可惜哦，我们没看到大型的动物，不像雪莉那样。别灰心。啊！你们等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大家快来。我们快去看。哦喂，看雪莉。哦，哇，那才不是真的动物呢，那只是雪做的动物嘛。哦，我的天哪。哇哦，哇，好厉害，很威很威。
你好厉害啊，大雪怪！你的兄弟。这才不像我嘞。这是趟最棒的雪地探险之旅了，谢了大雪怪。